些那个，是鲜鲜的，还不一样的味道。你是不是要给它油过去啊？嗯。油不油？是不是该打这里边？打这边吧，应该打这边吧，应该打这边吧，至少也打这边吧。再给我往切东西。你不用了，我感觉应该是打这边。会不会人家正在发货哈？因为发货发不了，估计得走弯了。后边。那我跟你说多疼死。打这个，我看这个